今年这道民雄大师爷在一连三天来登场，日前纸糊大师爷新村开工点眼了后，又甲伊馆长王宗良遵循鼓励举行团拜，祈求甲伊馆合境平安。大师爷灵化金身，开工启眼，福寿至济愿，日结思量，万事吉祥。啊，希望世世代代踊跃啊来到民雄吼。来朝拜咱大师爷，是伊一年一度的七月，算伊上大的盛事就对啦。啊，伊就是拢听伊讲，啊，即个即个月就是伊的天年，啊，所以咱信信大地拢有啊感应到伊的神神威显现啦吼。啊，来遮等朝拜。比方讲，观世音菩萨化身的大师爷是专门管鬼的神。连续三天祭典结束了后，纸糊大师爷身上会连同山神、土地公等纸糊品挥化升天，向前大师爷带走众家好兄弟，和地方恢复平静，是闽南地方上珍贵的祭典。在咱七月时，啊，咱的闽南大师爷会当讲是啊，是七月是咱大师爷庙的大代志，所以大概咱地方各界。那包括海外马来西亚啊，拢走来到这来参拜咱大师爷哈。啊，我想啊，大师爷行威显赫，啊，然后会当讲几百人来，拢啊，这个啊，啊，会当稳住闽南人的心。啊，当然即马咱扩大，所以唔是干那闽南啊，足济咱的啊，全国各地的人啊，拢来这个所在啊，一起来拜咱大师爷。馆长王昌良讲，信仰予人力量。全台各地好朋友伫即几工拢来闽南，见证闽南上在地，也是上特别的祭典。大家保持着虔诚慈悲的心，向神尊祈求一切平安顺利，感受着安定和平稳。记者黄美佳，观潮报道。